咩是说国民党的初选？国民党在台北市立几个初选里面啊，竞争上激烈的就是中山区加这松山的选区，所以即嘛台北市东部啊，想要来参考，亲像这民进党的这方式来做这民调啊，就是这初选的时阵，有哪加这民进党这边候选人啊加入来啊，对着这第一届要实施这种新的民调，而且是第一这两个选区来实施，有哪引起了这立委罗淑蕾来批评讲，这届选举初选安尼。是不公平。罗淑蕾加油！罗淑蕾加油！会计师工会规定人为国民党立委罗淑蕾来加油，希望第一摆党内初选会当胜出，竞选连任。会有这场相关大会，因为这摆国民党台北市东部想要采取何比式的民调，啊，就是败劣的条款。罗淑蕾讲，这对敌选民的结果上，会当吸引中央选民的家己是相当不利，大声批评初选不公平。这块民调根本是为另外一个参选人张浩炎立委的牛心打造。有必要打压到这种程度吗？那而且这个民调是全台湾都没有，只有为我罗淑蕾独创排罗民调。那假如说真的是说要提名蒋孝严的话，那你干脆就说本党要提名蒋孝严，不需要再拐弯抹角做这种小动作。寻求连任的张浩炎嘛无认输，嘛伫罗淑蕾相关大会同一时间找上山区里长来支持。张浩炎讲，家己虽然是国民党副主席，但是党中央定出规则拢得遵守，而且这摆创新的民调对家己无一定有好处。这是一个尝试啊，我也接受啊。这个对我有利或对我无利，对我没这个不利，我也不清楚。想太多不好，我倒认为啊，应该好好的。自己去努力啊！你咬住啊，那个什么出险不公，或是咬住某人啊，我倒建议说啊，还是遵照党内的这个出险规则继续努力嘛。国民党在台北市立委的初选内底，上竞争的就是中山跟松山选区。现今的立委张浩炎跟头一摆参加区协立委选战的罗淑蕾拢无要上让，加上市议员王浩嘛要参加初选，因此市东部准备将三个人，佮加上绿营可能征调简于燕，拢总四个人做会进行民调。初选办法一定会报定案，后礼拜就正式展开民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